姐妹朋友们，欢迎来到礼拜天的主日崇拜。我们今天有好多不同地方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哦，哇哦，看到有新加坡来的，有槟城回来老家的，哇哦，我们真的开心。那我们一起来站起来，向神宣告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誓言，我们跟神。神走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祝你跟我走，望不天下走，天涯海角紧紧抓住我。战胜死亡，
是万王之王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唯有他从死里复活，我要敬拜他。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因为他是万主之主，唯有他从死里复活，我要敬拜他。万膝要跪拜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。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。高唱荣耀哈利路亚，高唱荣耀哈利路亚，欢呼荣耀哈利路亚，他是我的主我的王，我要敬拜他。我要来欢呼，我
神祷告，我们亲爱的阿爸父神啊，父神，我感谢神，你今天又是一个礼拜天的主日崇拜。更开心呢，是我们有特别从远方到来，虽然只是一个长题吧，可是我们当中还有从槟城来的。父神，我真的很感谢神，你能够看到这些弟兄姐妹，我们从不同的地方来这来到新山这边一起聚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聆听神你的话语，或者是你的话语来滋润我们每个人的心，以致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新的生命，同时呢，能够活出基督的榜样，去效法，去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学习的父神。不知道我的人感谢神你啊！每次主日崇拜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期待说，神啊，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心。可是最重要一点的就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谦卑，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，以致让我们呢能够活得更有意义的父神。父神，我们感谢神啊！今天蒙泉弟兄跟朱莉姐妹呢，他们来到这边来引导我们、教导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所看不到的东西，是在让我们更能够更深入的去看到我们未来的道路。父神，我真的要谢谢神你，因为他们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呢，解决了我们很多内心里面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，所以我真的要感谢他们的到来，父神呢。因为你借着他们呢，来告诉我们你所要表达的东西，所以父神，我恳求神你继续来保守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去接受神的话语的教导。父神啊，因为你的话语呢，教导我们，使得我们能够凝聚在一起，我们这个就是大家庭的父神。对，所以父神，我真的很感谢神你喽，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，保守这一切。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祈祷，阿门。神拍手，主人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能营救我的神欢心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主的喜乐是我力量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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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哒哒哒哒哒哒，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依旧我的神。
小雨声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不结果，我的心就我的生活心快乐。震动，整个五福城都在震动。没错，天堂的门打开了，你听到的是天堂传下来的声音。你是否感到群山震动，听见大海在怒吼，万民都在扬声歌唱，耶稣基督已复活。你是否感觉人心惶恐，听见万民在歌颂，世上人们开始呼唤，耶稣基督我救主。全大人运行，我是江河正流向万邦，一老牛都转向耶稣。天堂大门正敞开，来预备复活救主降临。消息汇成河流，洗净一切破碎忧愁。我们看见神大能运行，我从江河正流向万邦，男女老幼都转向耶稣。天堂大门正张开，来预备赴我救主降临，天堂门打开，音乐响起来，让赞美充满这世界，唱出。
存在。